千块买来的戴森却只能吸尘，你还能忍？现在有一个可以搭配到戴森使用的清洁头，安装它吸尘器就可以变成吸拖一体机，这就是洒脱P5清洁头。哇，谁发明的？真的是太厉害了！边吸边拖，一次就可以搞定居家清洁，事半功倍啊！它的动力非常足，每分钟足足600次高速对擦，最厉害的是它这个吸口敞口设计，比原来吸尘器的风力还要集中，吸头发什么的还不缠绕，太友好了，顽固污渍也不在话下，而且它真的好轻好轻，比我们平时单独用的那种拖地机。 还要轻便，操作也特别的灵活，什么沙发底、床底都可以伸进去，真的是强烈安利。微七以上的戴森型号都可以适配，而且商家会配送2组清洁布，这个布子好清洁，反复用，十分省心，这下全套就配齐了。